你要到后期打这种猴子，你要做重伤才行，对吧？你看，尤其是我这种类型的吸血鬼，我从来不做重伤的。我到最后一波，我会把杀伤术卖了换鬼术，这时候才有重伤。但一般我是没有钱的，我不会做鬼术的，就打猴子特别难打。欢迎来到对呀、啊，是的呀，有的。我会玩的那种神女，她有时候先躲个大天使嘛，躲完大天使，她买个900恶魔法典，对吧？有的时候她不买恶魔法典，她直接走个那个头盔，哎，打不过。她裸个这头盔打不过的，做个这东西，你没得打的。打神女，就跟你到后期那样，对吧？一个流浪，她拿一把来的，我又一把打流浪，就这个。这个人他这个带进他9多86你就输了2把，跟我一样啊。你看后期出了这头盔真基本上都打不过。哎，你是才看了吗？我从来都是出突然接的呀。牛逼！讲笑。哎，这个人是不是传说中的吴亦凡啊？心态没了，这很蠢的。等一下，这一级学艺很蠢的。就这。会玩的人会 EQ 闪我，但我觉得他不会。一级学艺要打的话，你得两级要真的要 EQ 闪的，吹风的时候，不然的话你这样换血没有意义。这么换血没有意义，这样的话冰剑会永远在我场下，就失去了耗血的意义。耗血就是为了秒杀，为了闪杀。结果你耗完血，我躺，你除非能躺下强杀我，不然的话你没有用。我打亚索最不怕就这种亚索的，很蠢的，得嗑药了。持续伤害，你确定？我真的不敢来，傻逼呗！我这波直接炸了，我这波我直接炸了，坏了坏了，兵线炸了，人也炸了，咱们都炸了。他强呀，但是你也得看英雄啊！啊，你真打到后期，
我觉得流浪更猛一点吧，你不能直接中蛇的话啊，你要是在就是你没有视野的情况下你被神女打倒了，那肯定你流浪打不过神女，但是如果真的拉开的话，我觉得他不行。那真拉开的话我觉得他不行，打不了了。哎，这兵线真的恶心啊。怂吧，继续怂吧，反正也没药了。我要落炮车吗？大师爹，保持健康的血清。兵线很重要，傻逼，这样打不了的，那不然要出事。打野可能在，我是打野的话，他会从下面过来包我，这个位置可以来包我的。我中了流浪，我中了亚索的 Q， 他会秒了我。啊，好害怕呀！现在谁出去谁死，我出去我要被他杀。哎，你真的觉得我玩的有问题吗？哎，我晓得神女的 Q 一技能1.25秒 ，Q 技能3.2秒 ，W 还是4秒钟。我知道的。哎，这波得用大招回血，打要死。这波得用大招回血。别了。哎，这把真的得早点做中场好一点，麻烦喽。我队友全穿，拉拉。哎，我差点一座兵呢。哎，你可以试试你扣，你可以试试内心英雄，看到没？这个位置打不了。不行，这必须要把我 Q 惨了，我人就下班了。
哎，不稳就一定会死，稳健才有希望。坏了，坏了呀，跟门。等下面。你说他会不会 EQ 闪回？啊，兄弟，你说他会不会 EQ 闪回？你说他会不会 EQ 闪回？但是就点燃的，哎，哥们，哦哦哦，哦，就你，哎，加路又死了，还没大的，打双杀。真够猪的，哎，那皮肤很恶心的，那皮肤它尾巴，它尾巴很那个，很恶心，你喜欢啊？它尾巴很恶心的，我不能跟它打了，它那个打野无处不在。真就给我排的，真就给我排这样的人呗。再打龙，再打龙，再打龙。哎，他一走了。哎。我兄弟也是个吴亦凡啊，是这样吗？怕了吧。哎，我是真的不敢打了，哥们。啊！哎，我不招闪了。摸一下我呀！往塔下走。我预判了他的闪，我预判了他的闪现，但没什么用。哎，你说这把游戏后期有吗？大嘴露露，猴子。我很害怕红凯的，绿凯我可以套秒，红凯是打不过的。这什么拉呀，哥们，一个 W 五百，这小法一个 W 我500没了。
我十一级，哎，我可以啊，哎，我可以啊，哥们，就我现在 UV1 的话，这个德莱翁打不过我。玩你妈呀！还有个带说，哎，那话怎么说来着 ？M 腐奈 ，M 腐奈。M for nine。我想买上阿朱，可能会出事。我想买本上阿朱，可能要出事。这条龙要啥？龙、嗯？我买了，我不管了。伤害够的，伤害够的。我磕的药伤害就是够的。输了，赌输伤害够，我不赌输怕伤害不够才。够了，够了。哎，你睁眼都跟我抢啊！这种下路，嗯，可怕。那这种下路真可怕，有优势就是来送的呗。真看不起我伤害，真。不会吧？哎，我应该直接嗑药了。我都不应该直接嗑药了。哎，我不能走啊！他是怕我怕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叫都磕了。我叫都磕了。哎，好烦啊！这瓶药一定要叠还是啥子？不管了，叠不到就下班，叠到就继续，叠不到就下班。两边视野全黑，指不定我就下班了。我这两边视野全黑的，我应该这时候应该去单带，然后等这条龙刷了，然后再来打这条。再来打这波五 v 五，但是我现在我太急了，我一定要拿人头了。但是我这瓶药就白买了，这白磕了吧？哎，露露大刀也不给吗？哎，我觉得得团啊，不团打不下去。
我觉得队友不会给我机会发育的。嗯，我觉得跑大龙就是。哎。卖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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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卖也打不了人。你还有大、啊？哎，我这波幸运的把大招了，就他打了个大嘴把大招了。这波如果这个人还有大，我就真的觉得你夸张了。那这波如果他击飞我，然后再接个大就离谱了，是吧？难道他下来我们下路两个，难道没用大吗？啊，这塔吃不了了，这小塔下路两个就是天眼宝宝，给我刷经验用的。你看猴子这么废，他团战一个大招呱呱呱就有伤害，你补吧。这么垮的猴子都有伤害，哎，两边血黑的，哇！这条龙我不该就大的，我不该就大招的，有点蠢。不管了，他们团战只有一个打野能打死我，除了打野没有人打死我，我只要团战这个人我就不怕的。快吸快吸哥们，为什么是从这个地方倒过来的？什么怪物？每次总觉得能打一波的，然后送回去。每一个防御塔我能 A 掉的，我现在不能死，死了龙没了。哎哎，本来大龙要丢，哎，你别跟他 solo 呀。当时我就觉得龙没了，我去。我怎么走过去真的离谱，算了算了算了，等我活吧。不要了，无所谓了，无所谓了，算了。哎，把这个红打了，你红不会拿不到吧？哎，我知道我这么走进去真的离谱。啊，但是总得有人走进去不是？是。追他没有用啊，
我现在大招五十秒一个，我可以打一波团战，然后再来一波，再放一个大，我可以打两个大感觉。想打哎。不行啊，我现在贼害怕，就他们如果打野不是管得下朗格，就盯我，会很难打的。我被击飞了，然后亚索在接大招，然后小凯在接个大，我活不下来的。啊，猴子还不能。哥们全残，哥们。哦，我队友怎么就一个都不能补伤害呢？我是我上次有问题吗？是我上次有问题吗？是我上的有问题吗？哎，是不是我真的上的有问题呢？我下次该吸干谁的血？打我呀，哥们！好了，再走。拉着，拉着。这个大招现在是40秒一个，现在大招40秒一个。我应该做鬼叔吧？就这么做。后面把杀猪卖了，换法人吧。只要这个打野不做魔抗，我就不怕。还不做魔抗。中一波，中一波了。亚索吹得跟个唐总一样啊。哎，机会机会，闪现出去。海蛋蛋呢？游戏没了，哥们。我要等小法E，他把E交了，我直接就秒了。他们团战只要不被打野击飞的，打野是有闪的，只要不被击飞就没关系。他们打不下去了，这波兵线他死了，我这波一定要开的，因为有这个大 boss 的。表暗了。怕什么，哥们？咬我呀！哎，能不能让我走前面？哎，有露露登机爽啊！有露露是真机爽。
这个大刀四次灭了一个，可以无限打大刀。他们